啊，今天咱清理一个海参啊，这海参啊非常的简单，中间开肠破肚之后啊，把它的肠子给它拿出来，用热水烫一下就可以食用了，最好是蘸辣根蘸醋吃啊。有的朋友学到了知识，顺手点亮了爱心，并且加。你看，太幸运了！你看看，怎么这么多，各种各样的都有啊！哈哈哈！啊，有的朋友是第一次见，第一次看这样的场景，反手就是一个双击呀、啊，剪的那个快呀、啊，啊，只听歘歘歘歘的，哎，这声音呢！啊，喜欢赶海的加关注，看我赶海啊！来，朋友们啊，我们离海边近的朋友们都经常吃生烤啊，但是啊，咱们不知道它是长在什么地方啊。今天呀、啊，咱就发了这个作品啊，让大家看一看啊，检验一下这个生烤的肥度啊。一般都长在这个石头上，你看看。